我今年60岁的，来自宝岛台湾，大家都叫我阿海斯。我带我的宝贝第一次来到杭州，我带儿时的梦想来到这个舞台，中国梦想秀，我来了。大家好，你好，这个箱子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宝贝，都是宝贝啊！对对对，我带来表演的宝贝，不知道有什么武器呢？好，我拿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这是我今天要表演的哦，陀螺。哎，对对对。好的，把舞台交给你，期待你的表演。好，我们现在表演的是山羊开泰。好，接下来表演的是第二层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三层，也是难度最高的。接下来人中把它顶起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两岸一家亲。表演的差不多了吗？没有，还有，为了本节目，我特地让他带一个最大的过来。还有大陀螺，哇！我想请问，那大陀螺有多重？可能跟那伯伯的体重可能差不多的样子哦。你怎么知道伯伯老师有多重啊？大概了，我希望大概了。伯伯老师，你方便告诉我们吗？我体重很标准，我70公斤。哦，那还比你重，那78公斤。那是我年轻的时候，156斤的陀螺，我们两个已经抬过了。我们两个长工好像，你们要用巧劲，不要这样抬，有这是。哇，超级大陀螺，这是你的陀螺王吗？对对对。所以阿海师，我得马上把这个时间留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耽误你的时间。好，我好厉害。您玩这个玩了多长时间了？从小玩到现在嘞。那么像这个玩这个陀螺，看上去简单，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哦。哦，真的蛮困难的。你看，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电视台的财产，我自己弄个托盘，不然否则它钻下去的。撞下去它破掉了，对，一个洞。你是准备把它砸起来？对，你司马光砸缸啊？对对对。小心，小心。你们汗颜吧，两个小伙子自己拿着。哇！哇，阿海师也太了不起了！大哥，他可以转多长时间？你们这个很滑，可以转很久，可以啦。还有吧？还有一个可以互动的，更精彩的。这大哥，我对你有信心，非常稳了。我放头上，你往头上飞。我现在放在上面，你敢上来吗？我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名人啊，你也是我的名人，也就一条命。来，大哥，来，这是信任，知道吧？两岸必须信任，两岸就是因为不信任，才你猜我，我猜你，我把我的头交给你，好，好吧，拼了，有你这一句话，拼了，好，来吧。
太钦佩，太勇敢了，太勇敢了。哦，舍身取义。我觉得这个掌声也应该送给我们的波波老师，好棒。其实我想现在去换裤子。好，雅丽继续。谢谢阿海师。还有，我们还有带一些很多的，那个陀螺，带一些各式各样的陀螺。哦，展示给我们看。展示一下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最原始的那种，最老的、最古老的，我们小时候在玩的。你看这个钉也不一样，你看现在的钉都是这种的，它跟早期的钉都是。啊，像这个，我们早期是给它起名叫那个金光闪闪，啊，小朋友看了一看，哎，这个好像会催眠。好的，我们见识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陀螺哈，也见识了我们阿海是高超的玩陀螺的技巧。那来到这里，告诉我们你的梦想是什么？好，我的梦想其实是要开一个陀螺博物馆啊，所以才弄这些这么多的陀螺。哦，这么有意思，因为我怕它这个会失传掉，太可惜了。你有多少品种？我家里目前差不多有4000颗左右了。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实现的梦想，祝你好运。来，请上前一步，让梦想照亮现实。和你合作非常开心，但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好玩吗？觉得也其实也勾起我们童年的记忆啊。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。我觉得如果这博物馆成立，你找我当代言是最合适不过了。祝你好运，准备投票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哇！谢谢，已经是很高票了，216票。谢谢。守住这份童年的记忆，守住你这份兴趣爱好，我想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会比你对陀螺更有感情。谢谢大哥，美好的音乐为你而生。感谢阿海师换回了我们童年的快乐回忆，请坚持用陀螺转出你的精彩。